你这人也比水鬼强啊。你也是的。是萃取呢，还是出什么呢？多兰顿建议。多兰顿。对啊。多兰顿比较猛一点，要万一打架的话，有可能会不死。多兰顿跟多兰剑的生命值不都一样吗？不，多兰顿格拉福嘛，很厉害的，适合维佐。退去。你就直接就别打架了。不过他们两个这个英雄都没配合的。不是，水鬼敢出攻，张昭你就直接 Q 他，你就 Q 他。全军出击。他 Q 你，你就 Q 他。然后 Q A 放 W 放 E， 你就往左边或者右边走，因为他肯定要放 E 拉你，你别被他晕倒。不是，你直接往 ADC 方向跑，就别追这个水鬼就行了。他的战道，这水鬼还是很难杀的，除非你能一套把他灌死。什么水鬼啊？这就古了。勾。亏了。到二了要。冲。卖个破甲，我在后面。讲到你，经典啊，经典。嗯，差点。这赵信打完红，我想来干肯，被我制止了。日文打十多人还是爸爸打的，差不多别死了，十多人崩了呀。勾他，勾他！你哇，你，下盘，你好像不能玩这种预判的英雄啊、哦！撤。打补了，难受。可以勾他呀，勾他呀，站住！你怎么这么怂的？看我来了，熊，我来了两套，相当之离谱。这边应该没眼吧？好像没人来过这儿。
哎，这个东西太难太难抓了，这东西太难抓了，怎么了？救我！哎，不追他了，他给你点燃了吧？你怎么死的？被小兵打死的。点燃点死了。捅了捅了捅人了，你不用叫闪现啊，你勾个墙不就完了？你俩回家直接打野刀了，你看见兵线不好难说，不够钱不够。我这把没 carry 你们，我六级来抓下，这两个人绝对必死了，刷过去就六级。哦，我现在这就六级了，我等级怎么这么高？大招在中路用了，小兵撸死了，耶！一千兵，他怎么就六级了？我没大招。张六，后面还有眼啊！我没大招，波浪好杀他，他这边插眼了、啊。说你在干啥？打穿了，还好。我大招又用了，好烦啊！我想大招放在下面。但是这把已经赢了，肯定。这瑞文肥的离谱。吴广玉说他回来了。
毛啊不！我张浩才五级啊，别打！那我直接来吧，别 A 兵了，行吗？你俩就打一个就行了。离谱，就这样先手就离谱，被迫反杀。来，刚来杀我，你敢信？你俩怎么不来打楼啊？你看影响我打楼是吧？哎，赶紧来啊！他还不来啊？你说，晕了晕了。行，妈的，你不把他给反杀了？你 A 一下他就死了。哇，他这个 W 放的好。哇，这个人 W 地图 B 大了。哎，这个人冷，但是这个要崩了。我再来一趟下吧。给你们插个眼。我还没来呢。我这要是死了好像不太合算。他有大招吗？有。一直有。我稳一点，我回家出了装备再来。刚刚你煮了什么、啊？我来，我一来你就，不能煮。你都杀上神了，离谱！你以为啊？每次来你们就又打得过了，离谱！为什么他就喜欢先手战套就离谱？那不要回答了吗？我来帮你们再盯一盯，这人复活直接打上，他这边可能有阵影，能够看到我。看到我也要杀他，我就在这蹲着。哇，你放一，看到我，好，嘿你妈！我这换了，我要让张涛把让许浩把他射停了。哭的，唐晶来了，唐晶来了，我保护你。你为啥打我呢？我征服者叠起来了，你怕不怕？我操，他点燃了，撤！点燃针对吗？
那边打，我死了不划算。万一后面派克再过来，划算。派克真的来，那我没跟着打。这椅子对面没太惨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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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帽子给你留着吧。脑筋面怎么那么还不投？还不投？去拿火龙了。在这儿站着就可以进这个赵信，那赵信肯定会来。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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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暴露了，你不该 A 这个眼。你 A 他，你先 A 他再 clear 他。上呀，搞他！然后你别 Q 先手，应该今天也不行了。我操，下面有人抢了。还不投，还不投，这事儿怎么还不投啊？这边有点飘了。这元帅，哎，这是元帅个夺萃之镰是什么意思？他顺呗，他出啥都行。夺萃之镰也挺好的，减 CD 还加暴击。哈哈，哈哈。还不如出个无尽的，妈的，黑铁也行啊，多岁就离谱。我们这十六人太得夸张，十六人到现在连黑金装备还没有，搞快个屁，没下一把了。老阴逼，拿大龙吧！十种人还要绕后，他这个装备还绕后，夸张！你这个，只要你的技能全给这水鬼就行，因为只有他能，其他人装备不行。卖！把这个技能全给这水鬼，就他能打赢团战。其他人都是憨憨，直接打上！我操！哈哈！
能死。反正技能全交给热水鬼，或者快克就行，就他能翻盘。其他人估计杀这人都杀不死，就是杀别人。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，别浪！呵、啊，我上当了，我以为他交破亿了。好难啊，张涛，你把技能全给他，别给别人。换个石头人在干嘛？直接 R 上，直接 R 上 ，R 这个机会，不死了，没什么。就你们这就，我检查没兵线，我检查他。你这兵线哪没来？这样这个瑞文去卖一下。可是他都打不死，你看他那点血，他想什么了？还是有点伤害的啊，这一套，你吸个血。小大龙吧，我们可以啊。你有羊刀了，打得很快。或者我们在这儿阴一波也行，谁打吧，打得很快啊，这人肯定没眼了，他们都没有来过这儿。哎 ，Boring。